他扭曲了，这是给我自动打码吗？这个好像是个裸体人。Run！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Tom。那么今天我们来玩一款非常非常真实的恐怖游戏。这款游戏的名叫做《看不见的恐惧》。游戏主角呢是一个男人。我跟我们的妻子呢正开着车，突然发生了车祸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妻子居然不见了。所以我需要在这个车祸现场啊去找寻我们的妻子啊，就这个样子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今天的游戏吧。Let's go。我们应该刚刚在听收音机啊，然后突然听着听着就撞车了。哦、oh, ，这么黑呀、啊、！Rebecca，Rebecca 是吗？不知道，这是我们老婆。啊，我打电话给她，很明显她的手机应该在我附近，她人不见了。啊，我们可以动了。什么声音啊？我去，这游戏太……没人接。好，我们现在去找一下我们的老婆。我们只能走，还不能跑。估计腿受伤啥了吧？好，我们往有路的地方走。我去，哎，这条应该是个路，可以的。感觉这条路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嗯，什么情况？我是不是要回去看看啊？哇哦，爆炸了！算了，不用管了。什么东西爆炸？是我车爆炸了吗？哦，我车可能在上面，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，下面，你知道吧？我掉下来了，我估计你看这个地方全是枯树，我应该是掉下来了。呀、啊！什么？那边怎么红红的呀？我们能不能绕过去看看？感觉可以，可以绕过去看一下。那边有红红的东西，这边好像就一条路。刚才听到这周围有东西在啊，我老婆在跟我玩捉迷藏啊，不至于吧？哇，这个好糊啊！都看不清楚什么东西在这儿啊！别搞我，这边走不了啊 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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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我动不了了！它扭曲了。这是给我自动打码吗？这个好像是个裸体人。Run！ Go！ 我跑哪去？我的天哪 ！Fuck！Fuck！ Rebecca！ Say something！ Where are you？ 他在那儿，他在那儿，我看到了。那个怪物，妈，我不能跑啊，只能走啊，走的速度跟跑步一样的。我现在是绕出去，是不是？不会刚才那个怪人就是我的老婆吧？这怎么有点森林之子的那味儿了？啊！
他在我后面吗？我的妈呀！别闹，别闹，别闹！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哎，这红红的，就是刚才。这是什么地方呢？这么红？打电话。我听到手机了吗？这是个房子，哎，是不是在里面啊？感觉在里面啊。我这边走不了。我这边可以上去。咦，我去，你要吓死我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好，红红的地方，我们老婆在不在这儿？这是个电视机吗？老婆，老婆，哎呀，我去，这游戏这么阴间的吗？我老婆呢？啊！哦哦，蹲下去看看是吧？刚没有东西啊！啊啊！他下去了。我应该下去吧。我去，好黑啊。没事，走走看吧，走走看吧。哎，动不了了。哎。Rebecca, I'm coming. 哦，好像就在下面是吧？手机声音越来越响了。好，看到了，好像看到你的手机亮光。哦，看到，找到，找到，找到。但是我老婆人呢？什么声音在我后面？哇，这真的是我老婆啊！这怪人就是我老婆，她没想害我，她让我跟着她来到这里。你咋变这样了？什么情况？我往前走不了，我只能后退。这什么情况？我只能后退。朋友们，这款游戏我不知道如何评价啊，它算不算得上一款好的独立游戏呢？我个人感觉啊，其实玩起来还是不错的，无论它的氛围感啊，还是营造出来这种感觉啊，就是我们主角啊，可能是这个高度近视啊，妈，整个画面都是糊的，糊的要死，啥都看不清楚。满分10分的话，这个游戏我可以打个 6.5 左右啊，不算特别好，但也没有特别差啊。那么就是这么一个短片的独立恐怖游戏啊，不知道你看的感觉如何呢？有吓到你吗？那么如果有吓到你的话，喜欢这一视频，不要忘记点赞，留下个3连，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